哎呦我天哪，这怎么回事？这什么玩意儿啊？哎呦我天，这蜘蛛呢？啊，是得戴墨镜，得戴墨镜啊。那我今天沧桑一点吧。哎呦我去，算了，还是戴墨镜吧。弦给换了啊，这个换完弦之后啊，给人感觉就像这个清了清嗓子一样，这琴声更加悦耳了啊，更加悦耳了。刚才呢是在岛上啊，跟这个你直播图面较差，构图比例不合理，请在下一场直播前更换优质封面图，以免影响内容在抖音商城的曝光。什么意思？我怎么了？这怎么又给我警告了呢？什么构图不合理啊？封面有个外国人啊，哦，封面不是外国人，那么封面是梅西呀、啊、封面是梅西、志鹏在是吗？志鹏连个线，你把这个参加2034杯的一队给介绍一下啊。梅西是外国人，那倒是跟志鹏有几个连线啊。老二爸爸不要打礼物了。志鹏，哎，董哥干嘛呢？我睡下了，我今天有点中暑了。哦，那行，能说话吗？能说能说能说哈。那你就简短截说吧，把这次参加2034杯一的队伍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次一因为有比较多的球员，我们也是为了这一队员锻炼啊，不能说来了就七八个坐着，我觉得也包括您也是说像很多锻炼，因为咱们小打大这批。然后现在分为两个队，一个是选拔队红队，然后选拔红队呢就是以这个济南这次比赛的这种上场比较多的队员啊然后为主，因为我们济南比赛也其实是为了2034杯的这个磨合和练兵。然后呢剩下的其他队员呢还有包括补充了那个刘浩泽，重庆刘浩泽也来了在黄队，然后浩岩是在对红队还补充了浩岩，然后这个红队还补了个替补门将啊，一个我
曾经见过的一个比较高大的门将，可能他的反正当替补嘛，二门可能说做一个有备无患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红队大概是14个人，然后黄队现在是12个人。那昆一呢？去哪个队昆一去红队啊？啊？啊，嗯。因为他比较多面手，我跟沃尔克人交流，我说他能不能打这个打这个，他说除了门将、中后卫，基本都能打。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黄队呢人也不多，9人制3个替补，这样的话大家上场也是很多的。然后红队呢还是要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就一些更充足的这种板凳啊，板凳深度什么的。具体的是谁，我现在脑子里也懵。反正以济南多上场，上场多的为主，红队。然后就是简单说吧，最后一个问题，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红队是，目标是冲击8强，但是我有信心打过16强。然后黄队的话，我有信心是过32强，然后16强也是可以拼一下啊，因为还是说实话，有些抽签的运气嘛。对，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家长都还满意吗？因为我没有还没有分队的名单还没有分出来呢，因为像王银今天又不来了嘛，然后又有一些调整，我等他们来了以后，明天集合嘛，然后我再发进去。行，好，那行，那你就继续种鼠吧，继续种鼠，好，谢谢好，谢谢董哥，咱们那个苏州见，好嘞，董哥，拜拜，拜拜。那么这次呢，就是说我们一共小将序列的一共3支队伍参加这个2034杯，也分别是中国足球小将10和中国足球小将11选拔红队和选拔黄队。那么3支队伍啊，去年也是3支队伍，啊，今年也是3支队伍。刚才志鹏也说了啊，11呢是小打大，然后分成2个队，目的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啊，因为你跟着来，你要踢的时间少，孩子不高兴，家长更难受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这2个队伍的实力呢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呢也是根据孩子此前的表现，我们并没有亲疏远近啊，也希望家长能够理解。啊，不管怎么说呢，都是，代表小将出战的，是吧？像去年有一些队伍，即使他的整体战绩并不是很好，但是也能够给很多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吧？续费啊，续费42折啊，抓紧时间啊，找我就可以。然后现在我们连一下那个班尼，啊，连班尼，看看班尼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因为今天呢是倒计时6天，啊，24号晚上。2034杯第二届，小学生足球大会就开赛了啊！班尼，喂，董哥，你怎么没中暑呢？我身体好啊。对，生蚝吃的多呀。对呀。好，那个你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周边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我也没太看，今天光看了一个销售额，卖了一共是，好像是20000多了吧。20000多了，可以，因为我们这说句老实话呢，也不是说是为了挣钱，要挣钱的话，我们也不可能门票卖34，也是希望呢，就是传播一些文化。另外，我给你布置的保护性接应文化衫做了没有？还没做，实在来不及，真的。因为这个它有生产周期的，它还要打板，还要设计，要打板。要不您出来的话，要不否则你别做出来不像个样。行吧，就这么着吧。好，再见。反正。行，我知道，我反正知道开你着疼弄啊。呗，也来不一吧，定咱们非就得让你开。说点干货吧。第一，就是这个目前的这64个队伍落听了没有？还差一个明天上午确认。还差一个是吧？对，明天上午确认啊。那么你做没做好准备？就是有的队伍可能由于最未来的3、4天可能还会出一些幺蛾子，有可能队伍有可能在苏州，凑不到，不是凑不到，就是不能够64支队伍全部抵达赛场。
反正现在有一支队伍在等着啊，他可能水平，我们评估啊，就是说感觉没让他入围啊，就水平感觉还是应该还不够啊。但是他说他想等着捡漏，他用的词儿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因为我们既是竞技也是普及。那么由于这个情况呢都比较多变，我们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孩子，你不能说像，对吧？像某个地方，对吧？就是老空轮空，没什么意思，你说对不对？哎，所以我不觉过人得空呢，不我行，觉得那个苏州奥运，他肯定能够组成队啊。他们已经组了，现在他叫江苏奥英鹏模，就是奥英跟淮安鹏模合的。哦，那你还有没有别的队做好准备，随时就直接拉过来？苏州当地有一些嘛，包括张家港贝贝啊等等啊，我觉得我都可以提前跟他们打好招呼。对，说来就来嗯，了，对吧？对，挺好。甚至有一些队，如果说咱真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发一个招募，那可能，就发一个通知，那可能有些队就马上就会来。没问题，我相信，嗯。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有些队伍呢，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就是来不了苏州，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队渴望来苏州。然后你可以说一说今天这个新疆，四支队伍，然后你了解的情况，然后包括刚才也介绍了这个车友捐款的情况。新疆这次是有4支球队嘛，啊，确实是有一些，他们，真的太辛苦了，他们可能都是坐这个火车过来，要40多个小时，然后呢，有一些确实有一定的经济困难啊，昨天这不是这个，就是长沙的这个孟栋，啊，他也说是非要出2万块钱啊，然后那个支持一下参赛队伍啊，因为一直就没选好。支持谁？后来我就出了个建议，我说新疆的4支球队，要不你支持一下他们，啊，然后这个今天早上已经完成对接了，啊，然后后来呢，这不就是刚才您连线的时候，这个汤仔也介绍了嘛，爱心联盟，也是发起这么一个活动啊，这次我也参与了，啊，他这个总共是可能102人吧。就很快的事儿啊，完了之后建起了群，很快把钱抽完了，马上就解散啊，一个个的就是抽完钱就退群了，这些人抽完了钱就退群了，马上啊就很快啊，所以说这边也是筹集了2万啊，别的反正这个队伍呢也很感恩啊，他们也是说我看着他们也发的微博，就是小薇啊就说是。尤其是应该那是伊犁的球队啊，他是从最西边儿，啊，横跨4500公里啊到苏州，啊，应该是最西边的球队啊，他是，比阿勒泰可能还靠西，最西边的球队啊，我看着他写的，就是爬也爬要爬过去，然后呢，还有那个，我看117的他们在哪个跟谁的对话啊，也有人截的图，说是这个比赛。我们准备了一年了，啊，就是死也要去啊，这个话说的比较狠，所以就，所以我们那个在苏州呢，要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疆的孩子，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关爱，好吧？然后到时候我好去的，吧，我去，他们是哪天到？我现在还不清楚，你问一下，就争取能够早一嗯。天到。然后呢，我请他们吃顿这个新疆饭，好啊，好好啊，吧？我请这四个队。好，没问题啊，我们提前定一下，你都不然拦后我一就，下是吗？啊，你那不拦一下，你说董哥那太多，就请教练就行了，好吧？我说到我就做到，我要请四支队伍吃饭，行吗？吃新疆的饭，你就现在赶紧在苏州找一个，就是离我们那相对近点的这个新疆孩子能吃的餐厅。香山大饭店应该有，但香山有这个东亚论坛，我不知道封没封。
有可能会封闭啊，但是我问一下明天。你问一下啊，把这事儿落实了，好吧？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就我出面，好吧？我出面，我请4支新疆队，但是我希望他们最好是23号能到，你别24号，24号就很乱了，就我可能就走了，啊，好吧？没事，我可以代表您去吃啊。哦，行，你还能代表我喝的吗？这是吧？不过这个怎么说？其实今年啊，这个2034啊，我觉得今年2034杯从这个分区赛到总决赛啊，一路走下来，我觉得今年真的太难了。是。就是种种的情况吧啊，反正明天可能还会有新情况啊，到时候定了再跟您说啊，还可能还有一些新情况啊。那今年就是整整的，就是这个特殊的时期啊，确实是太困难了。我理解啊，甭管出什么事儿，第一就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就接受；第二，我们能够克服的，我们就克服，对对，我们会去克服啊，我们会肯定会克服啊，不管多难啊，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啊，把它做得最好。一切这个就是带着热忱。和热爱来到苏州的队伍，我们都本着让他们满意，为第一前提，好吧？遇到任何的问题，先这个给人家解决啊，然后是非的是问的，题不要去纠结，好吧？明白。我们因从为来对待都是这种态度的啊，就像刚刚结束的15组的这个小朋友这个比赛，有一个队呢，他那个晚饭呀，他可能记错时间了啊，因为第一天开饭的时候是，因为提前有的队来的比较晚，我们就饭开到了8:45，啊，第二天呢，其实正常点是5:30到7:30啊，那他可能是，他也觉得可能也是到8点多，结果他回去吃饭的时候已经没了。啊，这个菜就没了，然后我就反正我这边就赶紧跟这边酒店说，我说，你无论如何先解决吃饭，啊，先解决孩子吃饭啊，然后后来这个，这个队伍啊就要求说啊，你退我这餐的钱，我自己解决，啊，那我就马上给他退了啊，马上给他办，所以说，孩子是都是头等大事啊，我们只要说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肯定优先先去解决这个事儿。今天送走了这个2015的小朋友啊。今天上午其实一直在颁奖，上午一直在颁奖，给每一个孩子啊，我们给每一个孩子颁奖，所有的孩子都有啊。每结束一轮就颁，每结束一轮就颁。他们也都是很开开心心的啊，我们也很开心啊。虽然说这一期大家都特别累，特别辛苦啊，但是，整个团队也是特别开心啊，看着。这么小的一波，7岁的一波啊，他们开开心心的离去，啊，这一次2015组的，就是几乎说可以说没有任何投诉吧，几乎说啊，不论从这个赛事的组织啊，从这个接待呀，方方面面啊，大家都很开心，很满意。可以啊。然后我们就给新疆的孩子呢，一个是我去请他们吃顿饭，希望他们23号都能到。另外一个呢，我们专门给他们开一个小晚会，好吧？啊，然后由别克任主持人，是吧？好，家乡来的人嘛。然后希望这些孩子呢，能够在苏州，度过这个美好的几天，好吧？然后我们也可能给这些孩子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礼物，啊，让他们带回去，啊，谢谢这个阿强啊，让他们带回去，就是比如说那个小的钥匙扣啊，是不是？没问题。哎，让这些孩子能有一个这个，包括我们的围巾，每个人给一条，送一条，没问题，没问好题。吧？这个事儿呢，就交给沃尔肯，到时候沃尔肯、别克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家乡来的孩子嘛，然后让他们给照顾好，然后他们的这个新疆孩子，其实如果有一台晚会，当然抖音播不了，是吧？咱们就在这个小微这儿给他播了，或者是录像了发，啊，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美好吧。
好吧？也可以播，可以吗？就是老断，断了我再重开。哦，他一般就是老提示，提示你违规，我就马上关，然后再开，哦、每次都这样，所以就是断断续续。嗯，可以。然后我觉得呢，就是我们那个纪录片的那个团队，到时候呢可以把这四支队伍去做一些采访，啊，他们怎么来的？就是你跟这四个队说一下，就是比方40多个小时火车的那个队，让他们呢以沿途啊多拍点手机，多拍点东西，然后到这边考过来沿途的风景啊，孩子们在车上的这种状态啊，嗯、然后过来之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制作方，然后这样的话呢，能够把他们这一路的兴奋、一路的喜悦和一路的辛苦都能够呈现给大家，好吧？所以这个事我还想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坐同一个车过来啊，有可能他有可能会同一个车啊，但是我还没确认。我今天还在想呢，我说我挺想让小牛去一趟的，然后跟着他们到苏州。把他们这一路给记录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义的吧。小牛就得飞过去了，是吧？对，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这趟出行现在方不方便。你不知道，你就去问。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嗯、你现在就落实，争取让他们四个队同一趟车、嗯，然后提前一天到，然后把小牛派过去，沿路给拍过来。这个117中的教练好像在这儿，他说他们已经定了24号到。24号当天到是吧？嗯，当天到那就我没法请吃饭了。要不24号晚上结束了，都已经几点了？第二天还有比赛。是啊，只能请教练。对，只能请教练。那麻烦不麻烦？117、121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伊犁的队，还有一个福海的队。最远的是福海的队是吧？应该是伊犁，4500公里。嗯，是吧？一会儿我连乌尔肯，让乌尔肯介绍一下伊犁和福海到底哪个这离苏州更远。好像伊犁在那个角上了，那阿勒泰也在角上啊。但是伊犁的说他们最远，我没看，是吗？伊犁距离乌鲁木齐690公里，不一定，拉拉泰没准远，我跟你说，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反正都是在正常的准备吧，但时间很赶很赶，确实压力特别大。因为他有一些，你包括球队的所有的报名资料，今天还没收齐呢。我们的秩序册已经没有时间那个，没有时间这个制作了啊。但是明天必须得发出去，开赛之前才能拿到。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他有的队呀、啊，他有搜集不到，你就把能搜集到多少先。我今天已经发通知了，我说今天交不上来的，那我们就不进秩序册了。对，那我没办法，你没有东西、啊。对，你不能因为一些人影响了所有人，这是一个原则。嗯、对，没办法，因为明天必须要发出去了，否则开赛之前做不了。对吧？你最后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比赛，最后连个秩序册都没有，就因为等一些人，那我觉得没那个必要。我觉得是这样啊，嗯、我们用最真诚的态度。对吧？最务实的精神，然后呢，最友好的这种情怀来面对。但是如果有的队，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没有必要再等了。说好一个截止，嗯、截止完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完了。嗯，其实也是受一些比赛的影响吧，有些省运会可能是，还有就是有些队都在找人。对啊，其实也能理解啊，也能理解，但是就你有多少人，你先报多少人，你得让人有的孩子先上秩序册。嗯，反正现在，基本差不多了。明天交完，应该差不多，问题不大啊。明天，嗯，因为今天发了，说今天你再不交的，就我们秩序册就不安排了，就秩序册里可能就没有你的罪了。然后裁判今天宣布了这个揭幕战的裁判。嗯。
谈判呢，其实谈判工作我今年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个以前一直没跟您说啊，因为谈判这边呢，今年江苏的比赛很多，省运会呀，还有什么校园的各种比赛呀，因为他们也要优先先这些比赛优先要先保障啊，然后苏州足协呢是最终派了应该是有30名裁判。我又从外地调了有10几个过来啊，都是，我们通过这些分区赛呀，感觉还不错的一些裁判，才成立的这个裁判团队，明天上午还要去趟苏州足协，然后再去看一下怎么分配，这个因为这个工作其实也不也也也挺复杂的，看看怎么分配啊，就是因为他还要了解每一个人啊，你能不能吹主哨啊？有的还能不能适不适合呀？等等啊，其实，反正压力也大，裁判的压力也大啊。去年因为我们不需要管，今年我还是要到处去调一些，调这些就增加了很多的成本啊，因为你过来的交通啊、食宿啊等等啊，又增加很多。我觉得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就是我们64支队伍至少有50个人是具备裁判能力的教练，跟他们说一说，就是有愿意自愿报名的，对不对？怎么在咱这儿行不通这个事儿，不是在日本，在咱这没真人的，管是吧？操！不是行不通。那你这个吹着你是不是专业？然后你到时候涉及到他的队伍的有一些晋级关系的，那这里面就是全是阴谋论了，就会。在日本可以啊，你还记得咱参加那个奈良足球大会吗？沃尔肯也吹了一唱，就是他那个比赛是所有的参赛队的教练都要吹，他给你排好了，哪一场是哪个教练吹，哪个场哪一个教练吹，他自己不请裁判的，就全是教练吹，全是教练吹，就给每一个教练给你安排吹哪场，就没有请裁判人家，但是在咱这边行不通。不过这个事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哈。明天我们只是看一下怎么分配啊。现在已经储备了40多个裁判了。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韩乔生老师联系了吧？啊，联系过了已经。这钱花的还是值的。班尼，我告诉你，本来我可说省钱，你他妈非得说请。该花的钱就得花呀。哎，对，你这么说，韩老师来还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老艺术家，不是老艺术家，就是老一辈这个体育工作者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支持啊。对对，然包后，括我今天，我给那个孙宝杰老师也打电话了啊，其实他也还是特别愿意来给我们吹，但是实在是不凑巧，因为他去西藏了啊，去旅游了，有很长时间。行。别的事儿，反正明天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您做好心理准备啊。明天确认完了之后，我再跟您说。行，不那就过，这样。好嘞，好嘞，那沃尔肯在吗？沃尔肯给介绍一下这个福海和这个伊犁。沃尔肯没上线啊。李鑫他妈国足都解说不了，你还让他解说什么2034杯的？李鑫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完了上着门磁呢。美国车友向大家问好啊，你说谁呢？啊，这哥们儿特好，这哥们儿好长时间没看球了，别着急，马上就欧洲联赛就开始了，岛上又叫欢乐了，岛上从20号开始就是欢乐气氛就来了，明白吗？一直持续到什么明年，今年世界杯，啊。上岛的赶紧抓紧时间，好吧？啊，上岛的，广州教练飞踹孩子，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个，我哪知道啊？他飞踹他老婆，我都不知道。你倒告诉我什么事儿，在哪儿，哪儿能看见？你那光了兄弟，广州教练飞踹孩子，我上哪儿关注去呀，兄弟？我上哪儿关注去？你告诉我在哪儿看着？你的号发了是吧？我去，
乌尔坎来了啊，接着，哎，乌尔坎都没有撤了，啊，来了，乌尔坎，哎，董哥，我看这是从被窝里面起来的，没有没有，我一直在听呢，我一直在听呢。啊，你先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抽签吧，对，今天抽签之前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就讲这个规则呀，然后讲这个比赛时候注意事项呀，教练队员这种，竞赛规程，讲了一个多小时，反正，然后讲完就是抽签，抽两个组别的，然后就是14个队嘛，咱们组，然后14个队有两个轮空，上半区一个轮空，下半区一个轮空，然后就是，相当于是16个队有两个轮空，然后16进8，8进4，半决赛、决赛，他说。因为了解到这个总决赛报名会25号开始到31号，所以必须在25号之前打完，然后就没有休息日，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场必须打完，是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也问了有没有直播呀，这种事情，他说没有官方的直播，然后也是强调在那个替补席不能有三脚架，你可以录，但是你就只能坐着录，自己录的话，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教育部的一个领导说，如这个比赛就是学校也有好多学校代表队参加嘛，他说有可能有一个全国校园足球的总决赛，如果教育就是校园足球联赛相当于是，然后就是如果要办的话，那就这个比赛成绩最好的校园足球队就代表北京去参加那个校园足球的总决赛。现在就有可能还要出来一个这个比赛，但是办不办还不知道，如果办那有可能就是这个的成绩最好的去参加，就相当于他一个比赛相当于打了两个大赛的预赛，对对对，一个青少年联赛一个校园足球的总决赛的预赛，相当于然后比赛地点是三高基地，对，三高基地，然后这个就现在就是赛程到现在没出，赛程到现在没出，然后场地专门问了，标准是一人场地，没有说像那个没有没有那个总的章程里边说的90×24没了吧？对，没有，麻烦，因为麻烦还得画，还得搬球门，对吧？对啊，然后都是人工草，都是人工草。那我记得我们上次打校园的时候，好像最边上这个是个真草，是吧？对，最边上有个真草，所以我就专门问了，我说是人工草还是真草，因为我们得准备鞋，他说是人工草，那就有可能就是我们打的那个就特别硬的那个场地，有可能就是，我就在怕有可能是那个特别硬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个好一点的场地，但不知道是到时候用哪个场地，要是那个蹦蹦弹弹的那个场地的话确实不好踢，特别太硬了，那就是水泥地上铺一个绿毯，对，对，行，然后这个我们的第一个对手啊，第一个对手是这个叫绿茵什么星辰是吧，对，绿茵星辰，我过去他刚好坐我旁边，他来的是一个女的教练，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绿茵星辰什么，然后一抽签儿，我是第6个抽的签儿，我落位4号位，然后他是最后一个16，最后剩两个，我上半区一个空位，下半区一个空位，然后他一直在那笑笑笑，他说有可能要碰上你们了，他说，我说也有可能，因为就剩两个了嘛，他是最后一个，然后15号上去把下面这个抽了。然后他的表情就变了，哎，还真抽上你们了。然后我问你们是什么呀？他说我们是北大附的。我说哦，原来如此。就是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在这个首轮呢就相遇了啊。对。挺好。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对，别的就没什么了。其实他们优势屋的优势屋下半区基本上，清华附在下半区，国安在下半区，人大，三高，那些基本上全在下半区。哦，那就是提前火并了。
提前合并，就国安的 B 队在上半区，其他全在下半区。哦，他也没有种子队。对，他也没有种子队，什么回文什么全在下半区。哦，U15 多少个队啊？U1516个，刚好16个。哦，刚好16个，那就相对来讲就好容易一点。对。然后你介绍一下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四支这个，新疆的队伍，那对对对，有两支是乌鲁木齐，有一支是伊犁，有一支是福海的。你对他对们对对，了解多少？也可以介绍一下，他们要去苏州的话，得用什么样的这种方式，交通工具得多长时间？对，因为新疆赛区我是专门看了这几个球队的，这四个球队我都看了，至少看了一场比赛。然后，福海是我们家乡的球队嘛，阿勒泰的，因为他们离乌鲁木齐比较近一点，在我们阿勒泰的。我们阿勒泰7个县里面，就福海是离乌鲁木齐最近的，所以他们也那，他们是4个小时高速。本来阿勒泰还有2个队，但是他们因为当天要考试，考完试过来的话就来不及。他在别的地方得开8个多小时，他再开过来，第二天比赛没法踢。就福海考完试下午出来，哎，开4个小时过来，刚好睡一觉，明天能踢比赛。然后伊犁是680公里，差不多700公里。应该说伊犁是最远的球队，然后他们过来的话，应该基本上都会坐这个火车过来，因为我们以前上学也是从新疆到北京上学，最远的我们72个小时，我第一次来北京坐的是72个小时，他们现在应该还好一点，应该会坐40多个小时就到苏州了。但是也是比较辛苦的，相当于是2天2夜，从新。那孩子肯定也不是卧铺吧？应该是卧铺。应该不是我不，如应该要买卧铺，应该要买卧铺，要没卧铺，因为这孩我，子要这么坐40多个小时，那可受不了。对。我们当时是我们学生专业是72个小时是卧铺，我们就是男生基本上是睡在那个凳子底下的，女生睡床凳子上面。所以说他们过来就是还是确实比较辛苦的，40多个小时这个火车。然后这个阿勒泰队有一个，反正有一个小的7号，反正当时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个子矮的，我是挺看好这个小伙的。然后117和112是整体实力确实比较强，比那个队。但是阿勒泰和伊犁也有一些有特点的小球员吧，到时候总决赛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看一看。行。咱们这次去年王之。对，去年咱们新疆赛区这个队员比较少嘛，参加的球队比较少，但是因为今年影响力比较大，报名的球队也比较多，然后这次来总决赛的球队也比较多，新疆关注2034杯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说这次的影响力会更大，我觉得。行，然后我们就期待着这个四支新疆球队能够比第一届啊，这个有更好的表现。是的，是的。好，那行，那你早点休息啊，明天见。好嘞，好嘞，董哥，明天见。拜拜。好，这个乌尔肯呢拜介拜。绍了今天那个抽签的情况，啊，也介绍了这个2034杯。我们第一场呢是对北大附中啊，当然他没有以北大附中的名义参赛，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学籍的问题呢，还是这什么问题？我也弄不清楚。北大附中这个队呢，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就是怎么来的，其实是呢，我也认识那个兄弟，啊，那个哥们儿吧，可能岁数比我大点儿啊。他之前呢，就是也跟着我去了解了一些小将，然后等有一天我才发现，哦，原来他跟北大附中合作了，啊。我想，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体校结合之路呢，其实并不好走。啊，体校结合之路并不好走，因为就主要就是诉求。这个诉求有的时候呢，它其实还是有微少的偏差的，啊，所以我希望呢，北大附中能够把这个足球呢能够搞得好，这样的话呢，能够形成良性的竞争，啊，因为我们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害冲突。那么这个队伍呢，我了解的情况呢，这个队伍有一些小零八的队员，也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队员，他是一个全国选材队员，当然也有北京的孩子，有几个北京的孩子我还认识，啊，胡敬航，啊，跟那个踢中超那个一个名字，啊，等等，就是胡敬航也曾经，就是北京汇信的，有好几个都去了北大附中了，那么也有来自于恒大的谢晋，这个谢晋呢，他曾经是恒大虎，后来去了恒大狼，然后也曾经在小将，他最早在小将，但是没留下来，啊，后悔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是也可能当时他不行，但后来呢，这孩子起来了，啊，这个孩子踢得非常好，我今天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谢晋呢要比去年有一个叫陈涛的啊可能更强，啊，那个陈涛就很不错了，就08、07的小07的啊，就是前年啊前年。所以北大附呢应该讲的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啊，这个具体的实力呢本来我想连线志鹏，但是呢因为志鹏呢他身份比较特殊，他既是小将教练组的，他又是国安梯队的家长，所以我也不想给他惹事儿啊，就理论上呢这个国安是非常了解北大附的实力的，因为他们经常交流，我约过北大附，他不跟我们踢，他说没准备好，我说 Are you ready? 他说 No。 哎，然后呢国安呢最早呢我听说的是就是能赢这个北大附，但是后来就非常困难，然后逐渐逐渐北大附就占据了上风，好像有一场比赛也打了国安四五个，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全国选材，第二呢就是他08的多，他的身体的优势非常大啊，所以国安是踢不过，就最新的啊，就至少两者是这互有胜负啊，互有胜负啊，但是呢最就是最近的战绩应该是北大附赢的更多，我如果说错了，你们谁了解情况可以谁提出来，因为可能没准这里边有家长，对吧，我说的要是不对你呢就，我是全国选材啊，对啊，我没否认的，我是全国选材，我全国掐尖儿怎么了，我是，我没否认我是全国选材，我是啊，那别就杠了好吗，对方有十个小零八是吧，啊，我以前以为是六个啊，后来是十个，十个零八都能上，因为这个比赛没有，就是小零八不用限制，小零八什么叫小零八，就九月一号以后的，哎，总决赛可以上十二个零八，为什么是十二个呢，啊，不是一零吗，行了哥们儿你睡觉吧行吗，我们他妈说的是两件事儿，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跨骨轴子，我们现在说的是清朝09的2034是一零的，那行了别闹了行了吗，有的人现在连 U8 都他妈不知道，以为是08年出生的了，你跟他说 U10 他认为是10年的，就是 U10 和10年的他都分不清楚，就别听了，不用不一定非得了解这个，你听这干嘛呢，你他妈越听越糊涂的，赶紧他妈睡觉去好吗，别跟这他妈扯王八犊子行吗，赶紧的，要不你下个单赶紧走吧，没有直播不说了吗，哪有直播呀，你说2034所有的分赛区都有直播，但是只有就是北京办的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北京赛区没有直播，就这么牛逼，我就不播怎么了，你想看吗，不给你看，没有直播，听懂了吗，说你直播用录像行不行，可以坐在那儿，他们坐替补席上给我坐着，不能站起来，第二不能拿三脚架，我累死你，你们累完之后你们胳膊就举着出去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就你要是你派一个人在替补席上录，
完了你录完一场比赛，这哥们这一个礼拜就这手势，就这手势出去，怎么地吧？你要说你再近点就孙兴民呢？就我不是说我故意找茬儿哈，我就觉得因为你这个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新闻联播都播了，对吧，叫各几个部委在这坐着都聊了这事儿要多么的厉害，你堂堂的这首都这个预赛就不为什么不能播呢？说麻烦吗？不麻烦呀，这特就是你在这搭个台子吧，你弄连个网，你说你用北京足协的号也播，就微博也有，这抖音也有，但是就不播。你文件说了应播尽播，对吗？但就不播，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着？说费钱，费什么钱呢？这傻了吧唧的，别你就别出主意了，一会儿又 GoPro 的摆的这么旷工，他妈你恶不恶心？你天天的就这么呱呱呱镜头晃的，你他妈恶心完了你又骂，完了还说飞无人机，你他妈飞完无人机，你第二天就得进去采访人机，还飞无人机，你他妈北京以为你们家呢？随便飞无人机呢？我天！哎呦我天哪！行了，别闹了，你别掺和了，赶紧睡觉吧。2500人，我，来说三脚架不让坐，弄四脚架行不行？你他妈当北京足协是大傻子呀？非得他妈三脚架这等，三脚架等设备，明白吗？这一个等，你就什么？你给我坐这儿，你还不等，还玩一个？那个四脚架行不行？哎呦我天哪，真行。好了，那个什么，咱们行了，咱们那个拉面吧，这时候饿了，快下拉面，快点。